老子阿布拉罕，屌你老母丑化系呀！听翻就中华民国48年生征讨石叻而发唱片行出嘅马标唱片，马来亚马拉卡政务体育会辖下中乐科嘅翻书仔唱家马仔波士库马唱嘅老马又闪落先啦。老马 long time no see 你去咗系边处呀 ？Hello， short time no talk， 你好嘛？冇错啦，呢回我正话走去暹罗行下啫，你去咗暹罗咁耐，你好坑嘛？不过都系咁上下啫，人哋话欠我啲杂波系店家衰系嘛，不过都主杨梅一样化。老实同你讲啦，嗰啲食物系几平宜，而且烧酒冇乜价，仲有嗰啲所谓大烟林啊。啲煙客一尾吞雲吐霧，安然自在，無有怕。究竟佢乜嘢咁有渣？嗱咧，因為佢已經喊咗馬。講到遊覽嘅地方啊，最好去玉佛寺玩下啦。等到晚上嘅時候咧。就要去夜總會學下人哋跳啲叉叉叉，輕鬆夾自在。啲女人啊，温柔又瀟灑，但係仲有一樣佢最起沙啊，乜嘢啊？嗰啲脱衣舞團個個都撈咗一大把啦。究竟佢嘅飛價賣溝奶呀、最低限度都30下呢？仲有邊樣地方係好玩價？仲有土耳其浴室呢，啲女人個個靚到係得人怕，同你按摩邊沖涼仲同你講下啲情話。若果你去玩得幾個月返嚟呀，包你話萬一嘅船沙，你快啲去搵啲萬靈陽光油查下呢，咁就包你唔會好船沙，唔會好船沙。